绝对还有机会追得回来。哇，这一球偏差了。对，这是一个四坏球保送。选得好，有没有出棒？询问三垒手认定没有。陈品杰今天两个保送都选得特别的精彩，都是算陈克义的责任分。哇，这球看起来是有出棒的，已经是出棒，所以是遭到三振。一个好球，一坏球，打点机会。对，拉回来打在三垒侧，郭永维拿到球往一垒传，是 auto， 不过三垒上的分数回来了。这一个内野滚地球带着一分打点，目前龙队追到2-3一分的落后。郭永维接球的位置，他完全不考虑传本垒了，因为跑者是三垒跑者是郭天信。对，打在棒头上，强烈拉回式的打法，打在三垒。对，而且原队的内野是比较正常的守备距离哦。在没有驱前的情况下，这一球是抓不到三垒往本垒跑的郭天信。一开始的布阵就是那个滚地球就以抓出局数为主。对。